大菩萨本愿经卷上。当初我是在做三星的行业吧，在卖草的时阵，就是因为板南进市场那边有那个地藏经的那个课。我头一天你去听地藏经的时候，地藏经所讲就是沙叶。哦，真的，我从迄天开始我就开始吃素。吃素了的时阵，每天都煮卤肉饭，拢煮一卡布大饭，拢一腿大大腿安尼。我就大家一直想想讲，我大家在吃素，我干嘛我？我叫人来吃醋呢，五分还够一粒肉呢。啊，海带要切无？我后朝要两个月，我咱进食堂咧启动的时阵，甲阮咧细汉仔听讲讲，咱咧做素食，啊做朝要两三个月，拢无趁钱，拢了钱啊。逐工煮的物件拢爱摕来食，了后来，阮仔听讲，妈，你真正要搁做落去吼？咱卖做啊啦。伊咧甲我讲的时候，我嘛一种退转心就对啦，黄布子去换那个咖啡色的布子的时阵，我提上一掀起来，上人就送我一句的静思语。那句静思语他说：“站在半路，比你走到终点更辛苦。”哦，我看到那一句静思语，有阵子我自己一直哭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第一个客人。无论是三十、五十、一百、两百，都投入那个竹筒里面给大爱，这样要坚持下去，我不可以退转。